担心在家躲疫情，地位下滑，好卑微。上个月没工作，是没收入，然后跟着也是没地位了，什么都做了，什么都被嫌。看电视，你会不会坐太久了啊？你可不可以洗个碗呢？弄弄弄好像，他就把一个拿掉，后面没洗干净。我是要参加洗碗比赛吗？台湾的离婚率会不会变高？看完《黄金岁月》之后，请继续收看《三十五夜魔》。